海巡队员救援男子后担任海上救护车，他的身体仍然在抢救中。好，主播画面上，海巡人员成功与报案渔船会合，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左手扶着右手，表情相当痛苦。一名海巡队员负责搀扶，另一名则在海巡艇上顺利接过男子。 海巡队员救援男子后，担任海上救护车，火速前往马公海域，要送男子就医。澎湖海巡队14号下午4点多接获通报，有渔船船员手部脱臼。海巡队获报后，随即派出海巡艇出动救援，整整花了2个小时才回到马公，将男子送医。7点27分，顺利将伤患及陪同船员接驳，随即返航马公就医。 救护人员在港口待命，等待海巡艇靠岸。好在男子意识清楚，下船后还能自行走上救护车。澎湖离岛多，因此医疗资源常常不足，多亏这次有海巡艇协助，保障了男子的生命安全。以上最新主播，我是刘家，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，最新时事、国际脉动、财经动态，还有气象资讯。最接地气的新闻台，让你重要消息不漏接。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，当然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